二人一流客种是闽台籍客家客家粉的，出名下就到故乡省客家文化燃起堆盘，总共有50多个新意，从内有传统，不过内也懂西上个客家懒散，用客家传统个仪式来完成典礼。在客家北音采取带路街同公里，也着头前队伍带定下，新年一日一日耳朵分离现场。经过宋殿拜天梯，两公婆对拜拜古铜，也着仪式过后，再由新娘为家娘插条花。再来由新娘丢茶盘，向大家施新娘茶，大帮爷几分银子也着中批。在全国各地来的50多新人，向下参加也难得的客家婚礼，大家都过感动。就是衣服蛮有特色的，还有场地的话蛮有客家的风味的。非常的谢谢你们这样子给我们一个难得的婚礼，这样子谢谢。客家人要来参加客家婚礼啊，有吗？服装、衣饰还有音乐，对，还有礼品还不错。盼来替新人的客家婚礼，新人类总共为80多新人完成人生当中的大事情。高雄市客家会主委顾秀飞讲，用家古典同现代的婚礼，展现出客家人是最带领最年头的精神，每份客家当然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。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